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我今天出门忘记穿运动鞋了，就穿了张拖鞋出来。我现在要去接第一张单了。第一张单的话就是喜记车载面包，然后要等个十来分钟。你看，等了之后，我现在就要开始送单了。这是送的第一张单了，你看一下。终于送完单了，送了五张，然后从5:30送到8:00，送了2.5小时，就送了五张单，赚了153块钱。今天晚上把我吓了半死，遇到了一个变态的男人，一直在我后面跟着我，一直说要送我回去，真的把我吓得半死。当时我忘记拍视频了，然后我回来都坐的士回来，都花了我20多块钱坐的士回来，太吓人了。现在我都是害怕，我跟你说，跟了很久，为什么跟着我了？因为我今天的时候就是在路边，因为我明天我会出一期视频的，在路边遇到一个像流浪汉的吧，但不是流浪汉的，我请他吃饭，结果他说一直喜欢我，然后呢，我说我有老公了，后来我就说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单身的，我说把男孩介绍给他，他不要，他吃完马上就跑了。没想到他在下面猫着我，知道吗？就在等着我，然后就偷偷的跟着我，跟了我几条街啊。后来我才坐的士回家的，真的把我吓死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害怕过，我跟你说。我要不是看着他，就说坐在街上就在等我，等了我2个多小时，我不然也不会心软去请他吃饭的。但是没想到他会跟着我，想要送我回去，你说无语不？我现在吓得回不过神来了，我主要是吓一跳，把我吓了半死，知道吧？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。我平时的话跑单的话，都会跑个10单，或者是8-9单，不会就跑5单我就回家了。实在太害怕了，我现在走到家楼下，找个亮的地方我才敢拍视频，不然我都不敢拍视频的。好了，我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哎呀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